提起周琳安，很多喜欢篮球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。这位被誉为最美双语主播的妹子，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表演系，在2013年涉足体育圈，从当年的篮球菜鸟，到如今代表世界最权威媒体 ESPN 出镜报道，担任 NBA 官方节目 NBA 密探主持人，目前是采访 NBA 球星最多的华人女主播，不管是现场反应还是专业知识，都得到广大球迷的认可。高学历、高颜值、高身材使周安玲迅速成为广大球迷心目中的篮球女神。在她的社交媒体上，经常能看到一些她晒的和 NBA 球星的合照，而且每一位都是超级巨星。当这些超级巨星和同一位美女合影时，我们就能对比出谁是真正的绅士，谁是那个油腻男。狼王这手有点越界了吧，大胡子还是蛮绅士的嘛，可是这是什么鬼，字母哥还是年少羞涩，保持了较好的距离。小托马斯和周安玲夫妻脸的感觉有没有，佛祖也是一股清流蒙神的手，究竟放到哪里就不得而知了。最后大家能猜到这是哪位吗？整体看下来，大部分球星都能保持坐怀不乱，但是究竟谁的素质好谁的素质差，相信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周安玲本人了。